好爽啊！嗱，港島線列車嘅頭尾兩端都係開放式設計，咁乘客就可以欣賞到沿途咁靚嘅景色啦。就連車廂設計都加入海洋元素，真係好 match 南區啊！聽講咧，列車係全自動運作，即係點啊？即係列車會由車務控制中心時刻監控，如果偵測到有唔規律嘅情況，可以指令列車重新啟動同自動修復，乘客絕對可以放心。 仲有啊，南港島線車站入面有自助客務機，一部機咧就可以處理多種票務問題。誒，就係呢部啦，超方便啊！咦，部機仲可以即時聯絡車站職員，咁即係有啲咩事都可以揾到人幫手啦。多得心啊！我哋只可以率先坐南港島線列車同參觀車站，真係好介紹啊！不如下次介紹埋單身靚仔嘅港鐵工程師添啦。係啊！